心中，今晚有快乐，快乐在我心中，永远在我心中。小朋友，刚才的感觉好像在搭平快火车，不够快乐，我们现在改搭更快的复兴号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准备上车咯。今晚有快乐，快乐在我心中，在我心中，在我心中，今晚有快乐。我们的营会虽然就快结束了，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得到了许多的长进和收获，这是要非常感谢上帝的事哦。真的是不虚此行哎，妍妍，谢谢你，我不知道信耶稣这么好。我也谢谢忍忍跟新锐。哎呀，好的福音本来就该跟好的朋友分享嘛。对，就是要跟好的朋友分享呀。是的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这么小就信耶稣是一件很有福的事哦。盼望下次营会的时候，维仲、小莹还有臭宝也会主动去邀请还没有信耶稣的小朋友来参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。